大家好啊！今日咧，我啱啱咧就收咗两间楼，咁啊就系咧喺 B1 黄金地段啊，唔近大屋苑 Asim 啦。佢每一层咧个火数唔多啊，属于一啲低密度嘅公寓。咁啊，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度嘅价格先。大门咧一入嚟咧，就会见到一个比较宽敞啲嘅 hallway 啦。正正呢个位咧，足够放鞋柜同埋放张矮凳，可以攞嚟着鞋啦。咁啊，呢一边咧就系开冷房，镜头嘅后边咧就系一个客房。我正面咧就系一个主人房，大家入嚟睇下。嗱，一入嚟。就套廁啦，咁啊套廁雖然唔係話十分之大，都足夠空間可以用嘅。咁啊入到嚟啦，標準咧一般市中心嘅公寓嘅 size 一樣係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啦。咁啊其次就係放多一個衣櫃，應該就放喺呢個位置可以上到頂。嗱，而家呢個物業咧都係一個開放式廚房設計啦。一般咧英國嘅公寓咧都係開放式廚房噶啦，但係咧呢一個大廳咧屬於一個比較長身啲嘅一個大廳嚟嘅。最好嘅情況咧就係喺公寓嘅廚房裏邊咧有個對流窗，呢個係較為少見嘅。前面咧就係一個 Julia Balcony 啦。如果煮飯就算油煙大啊，你開曬兩邊窗咧就好通風噶啦。其實附近周邊的生活環境十分之方便嘅，因為就正正喺呢個盤咧，行5分鐘就入到唐人街，其次再行大概8分鐘到就可以去到 New Street Station 嘅啦。咁樓下就有好多嘅巴士路線可以4通8達嘅，附近亦都有唔同嘅超級市場啊，有唔同嘅餐廳啊、cafe 啊，亦都係應有盡有啦。呢、这個物業咧唔使爭嘅，因為我同一時間有兩個相同座向、相同floor plan嘅單位，只係樓上樓下啫。如果有興趣嘅，記得聯絡我。